送我？喜欢呐、啊。那算了，不要请我送。啊。大家好，我是 N 岛的 Aaron 啦。讲到我要怎么认识爱英来讲咧，我告诉你们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其实我这个 N 岛来讲哦，如果哦爱英有对我什么好的印象来讲，这个是难免的，因为来 N 岛嘛，没办法的，是安尼款的啦。我只讲一次哈、哦，你们大家要听好好。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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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的 pattern 哦，我不喜欢去 bank 的。如果叫我去 bank 来讲哈、哦，第一没有 parking 就是要排队排长长，我不喜欢这样的 pattern 的。你啊，过来无 parking， 我不是该来吗？鬼子叫我来来来再来作弊。所以我宁愿不要去 bank。当我爸爸叫我去 bank 的时候哈、哦。San Ho Yo Wacky Bang 啊，San Ho， 真正San都知无？我个麦去的吗？不知道为什么，或什么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忽然间对一间bank有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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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深刻的印象，我深深。刻刻的爱上这一间 bank。 爸，过面去 ID bank 哦，过面 ID bank 哦。哎，他们卖糊料，卖糊料，就今年他们卖糊料，我等下那个 bank 考来跟我讲了掉，考来考来，哦，等下等下等下。全北马只有唯一一间 bank， 让我感觉到西北送。你知道是什么 bank 吗？我就是 M bank 吗？要跟你家找 M bank。好啊好啊，大家好。就是 M bank 咯。为什么是 M bank 呢？因为 M bank 那间 M bank 里面有一位美丽的女神，她有一对漂亮的眼睛，有柔柔飘飘的头发。还有你看你看你看，像那个左邻的嘴唇，看了西德吉拉嘛。为什么马来西亚我阿那这人我买金，我偏偏他会令我感觉到那种的 feeling， 真的出鼻看了脸大汗。阿姨你水一句，那是讲来讲啊，今天我买靠阿姨，我靠后面啦，我跟你讲哦。嗨，大家好，我是温柔又大方的阿姨。我呢是生活在比较繁忙的银行工作当中。我的妈妈呢，她是一位舞蹈老师，她生活呢是比较多姿多彩。然后我的生活呢是属于比较简单而忙碌的，那很多时候呢休息是我最享受的时刻。突然间在我生活当中悄悄有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走进我生命当中。虽然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什么目的，不过每次当他靠近我的时候，
还是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心情呢就会特别的紧张。想想都是女生嘛，就也是要假假不紧张的咯，是不是？我去Bang的目的就是因为要看那个漂亮的女生，如果我想象我能牵着她的手和她聊聊天，不知道有多么sweet。请问一下，你有收集洋娃娃的吗？有啊。其实哦，现在我朋友的店已经关了，说它里面哦有卖各种各式的洋娃娃，所以真的吗？你的电话号码嘛，你给我，我可以联络你。我应该在这里哦，谁都可以拿的。应该有问题吗？其实我很难才拿到阿姨的电话。你们干了吗？鬼多灯都是啊，你太阳嘞。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笨笨又可爱的阿姨，终于能掺我一起出来约会哦。哇，那时候我的心情啊，西北送。既然都给他这么多机会了嘛，他还笨到不会牵人家手，我被扯喽。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啊。那算了，不要牵我手啊。不过这么老实的男子应该也是不错啦，嫁给他应该是会放心很多。Forever can never be long enough for me. I feel like I've had long enough with you.Forget the world now, we won't let them see. But there's one thing left to do. Now that the weight has lifted, love has surely shifted my way. Together can never be close enough. 阿姨，我们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我知道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但是我希望和你在一起过后，我会做得更好。我们会在一起，一直走到最后。希望你会嫁给我，当我的老婆，好不好？ Now that the wait is over, love has finally shown my way. Marry me. The day and every day.
say you will. Marry me. Nem cả nhà mà quỳ tôi tính được gì anh thay ghé mẹ cái một cả đấy.